咁咧就上次講嗰個文教畫風啊，即係文教嗰陣時講咧就書法比較少嘅，因為點解比較少咧？可能講咧就一個當時文化教育可能係比較少嘅，呢、這個就冇興。我哋都係中學之後先開始慢慢認識，跟住張國榮學書法之後慢慢認識書法。咁我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慢慢開始嚟講，因為嗰個開放開始嚟講就慢慢開始興翻書法。咩之後就嗰日其實八十年代咧，就喺八十年代咧，就整個熱潮幾大，就嘅八十年代末嘅到而家到九十年代嘅時間。喂，湧現咗好多唔同嘅形式出嚟，尤其當時最風行一樣所謂嘅現代書法。咁啊，呢個講咧就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有原因咧？因為講我哋對傳統啊書法開始大家可以興起呢個文化藝術嘅時候，咁喺傳統嘅形式嚟講，可能用太深。因為之前嚟講一路都係冇話即係有個傳統文化嘅書法文化嘅教育。咁去到一個風，大家都去興起呢樣嘢嘅時候，咁大家就有一個取捨，同埋講咧有個急於求成嘅現象，或者喺當時講我哋所講嚟講就係叫做中國文化藝術一種陣痛，因為舊嘅我哋已經係認識唔深嘅，但新咧我就又唔知點樣開始，而當時講咧就我印象比較深，講好多時候。就受日本的影響，日本的假面或者小節派呢啲咁嘅影響。咁當時都喺又有江西派，有一個叫江西派，就叫現代書法。佢曾經有一本雜誌叫現代書法，佢又好受日本影響，單字啊，用啲好似而家好多人玩嗰個追求嗰個墨韻啊，各方面寫嗰啲嘢，喺嗰段時間已經係有一個潮流，係嘛？咁後期嚟講咧，仲有啲所謂嘅學院派啊，咁嘅視覺藝術，即係利用西方嘅視覺，所謂視覺藝術將書法一個新嘅軌道或者新嘅嘗試。所以嗰陣時嚟講咧，就我就對書法講咧，就基本上係冇寫嘅，但我就好有興趣，因為我中意睇書啊，所以我就好多時當時佢哋嗰個風向，我哋都可以。喜歡去看那些作品啊、文章啊，咁啊當時我咧就話，但幾十年後我哋而家再望翻去轉頭嘅時候咧，但呢一扎嘢咧基本上咧，已消失啲大家視線。點解會係咁？啊！但呢個就講啦，正正我哋所講就話，因為書法藝術咧，我哋唔可以用個視覺藝術去睇佢。或者一個視覺藝術咁形式去表達，係嘛？即係我嗰嚟講咧，因為書法藝術就咁樣有文化藝術，啊，書法教學就寫字教學就咁多，因為咁我哋先可以承傳咗落去。但問題一樣嘢就係，係咪我哋永遠都係咁咧？係咪真係唔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又唔代表話唔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嘅。但只不過嗰樣嘢就話，以前係嘗試咗好多唔同嘅方式。但問題講咧，而家你好多人所講標榜嘅所謂現代啊，所謂咩形式咧，根本上之前已經係做過，大部分人都做，大部分嘢已經係做過，係嘛？甚至如果你而家喺地下寫啊，咁你咩之前都有人做過嘅？呢唔係而家先興嘅嘢嚟嘅，所以有時講話，最基本一樣嘢就係我哋始終講書法就係寫字，先寫好字之後，我哋再去。另一個層次的發展，但嗰個發展嚟講咧，就每個人個領悟唔同，係嘛？但如果我個人講嚟講，你書法藝術咧，藝術性強嚟講，一個隸書同埋一個草書。但我呢個我個人觀點，因為點解咧？一隸書同埋草書，佢個可塑性比較高。因為我哋講可塑，因為藝術表現就因為講可塑性啊嘛，即係你可以用好多嘅形式，或者唔同嘅表達去做，係嘛？你而家睇翻。漢專或者漢印係嘛，或者漢簡，佢都有好多嘅藝術嘅表達，但嗰種表達咧，佢嘅書嘅條件就係咩咧？實用，當時個運用
現實的運用，佢唔係因為啊我呢度藝術表達我先會咁寫，唔係實用，係嗰、那個喺個實用個人之中，我無意中產生嗰種美感，嗰種美咧就是、發現喺內心嘅，而發現我當時嗰個手嘅觸感，或者我當時嗰個社會需要而產生咗一種嘅無形中產生咗嘅一種嘅形式，喺我哋而家睇落都係一種藝術嘅形式。但係當時我佢係冇咁樣，係嘛？咁從呢啲咁嘅睇法講，就話我哋需要教育，首先我哋就要先做好寫字。咁另外一樣嘢就話草書，一草書咧，你而家睇歷代咁多草書咧，佢一個最大特性咧，就係、是、你個人嗰個情緒思維嘅發展。個發揮係嘛？所以你產生好多唔同嘅形式、唔同流派，或者係唔同嘅表達、唔同嘅用筆，都係每個個人個個性嘅表達。呢、這個緊要嘅，佢又冇個好標準嘅唔同解釋。我係邊個邊個邊話邊話點？佢雖然亦都有佢嗰個法度章法，同埋有佢嗰個符號，但嗰個符號係好自由嘅，你好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如果思維，如果你在我藝術表達來說，我覺得在草書的大師來說，他的前景我覺得是比較大一點。為什麼不是楷書？因為楷書最主要來說就是實用，因為楷書來說根本上就是一定清楚一筆一畫，在筆畫之間點畫之間來說，他個人的性情和個人的用筆的表達，這個來說就是要經過長期的書寫它才可以產生到的，不是說我拿支筆我臨摹我一定可以做都做不到，你必須長期的訓練和自我的領悟的情況之下，今天可以產生你自己的藝術語言出來。但這件事就是我創造了我的風格出來，在楷書來說就我覺得就唔係呢樣嘢，係嘛？所以話咧，喺八十年到九十年代呢段時間嚟講，佢係幾熱鬧嘅寫作講，但係後屘我產生嗰個時風嘅書法變體啊，係嘛？拉長拉短啊，空間嘅切割啊，各方面形式都有。實際呢個唔係話呢個好事嚟嘅，因為點解咧？起碼講我哋對書法有一個更加前瞻嘅或者更加多面化的思考，但問題是可不可以形成個潮流或者影響到流派呢？呢樣嘢就係另當別論，係嘛？